第一，事业有成啊，我查某囝以后才不会那么辛苦那么累嘛。第二吼，这个男人讲话要幽默风趣，啊，两个阿拉伯仔一句来一句给他搭嘴过，唔少或者夫妻的情趣。啊，第三就是哦，这个查甫人这个肩膀要够硬。哪里吼，我查某囝后半世人的幸福，咱万事拜托啊。每周一至周四，两个爸爸。